呀，会这样啊。那是那他喜欢吃台湾的港式饮茶，一直有一个一个那，我们有那个二十四小时的港式饮茶，他特别喜欢的。今回は誰かと一緒に撮影とか仕事することは決めてますか？ライブは、はい、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ね。有一些公司的安排。何があるか分かんないですよ。他其实也还不太知道他会有哪些工作这样。比较大的。比较大的。他知道吗？まあ、ライブ配信は大体的にはどうしてもほとんどあるらしいですが、それは本当ですか？あると思いますよ。ノリなんで、ノリの男なんで。其实他就是有脚本他就会照应的，但尺度是蛮大的。要不要拍一下那首歌？来，那一百有没有准备？哇，现在一百是不是？现在已经都完全没有问题了。那多少人的 skincare 喜欢穿？啊，基本的には爪切りは爪やつ。他其实没有在保养什么他的手机，比如说他的指甲他都自己会每天固定，就是会让他就是对对对自然。这部分我只能啊，三种，大概三种，靠拉拉伸的，简单。因为这一次，因为其实还有安排我指导一些台湾这边的一些演员的演戏的，那所以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因为他真的来台湾，他每天做什么保养？两天。对，这边给你有什么选择？台湾你可以买你，都是 skin care 啊，对吧？哦，买你钱。他其实这些都会保养，但现在真的很少。哎，现在就发了，准备上吊。那这指甲，尤其是指甲的部分，这是他的指甲的部分。いつでもいけるように。因为随时都有可能起痘，所以要保养。可以问一下，他这次要来教的课程大概会有什么？稍微透露一下。有什么比较特殊的？まあ、今回いろいろレッスンを教えていただけることになってるんですが、特になんか特別な動きとか、なんか今までなかったものはありませんか？はないんですけど、特にね、台湾でこういうアダルトの配信サイトができたってことが、僕にとっては嬉しいし、日本は今、日本のアダルトは結構いろんなことがあって、結構面倒くさくなってるので、僕はやっぱりこれからちょっとね、スタッフさんと仲良くできればなと。我刚刚问他说这次来不是带了什么特辑，他是说没有什么特殊的特辑这样，只是他听说台湾有一个这样的成人网站，尺度可以这么开放，他很开心，他想来看看。因为日本的这个成人业界现在非常的严，而且有很多新的法律，所以其实演员很辛苦。他在看看说他来探路之后有没有什么好的机会，也可以让日本的这个成人文化来台湾这边发展。那可以问一下，他对台湾的女生有什么印象吗？就一般的女孩，对一般的。あの、普通の台湾の人とか、台湾の女の子のあの印象はいかがですか？お、可愛い。可愛い、可愛的。可愛、可愛、可愛。例えば台湾の AV 女優とか誰か見たことある？おお、まだどこ知らないんで、今回楽しみ。他都还不认识谁，所以他这次开始会一个一个认识。まあだから今のルールによると日本の大学生さんはこっちの作品には出れないので、だからまあ僕が戻ってラインとかで作ってきてこっちで出るかなっていう夢はあります。他其实这次来的目的是想说，因为日本 A B A 这些非常的严格，那这次先来探路。那如果哎这边的发展还不错，那还有一些额外的收入的话，他会考虑带日本的男优女优来台湾发展看看。台湾の男の子にあの男の文化を教えてくれません？全然教えますよ。台湾教台湾の教えるけど、あの残念ながら台湾の男性が100年頑張っても僕には教えない。他说他会教台湾的男生，但是台湾的男生再学100年可能也没有他的高超，所以他还是会尽力的去教这样。それ加藤さんしかできないこと。そうですね。因为只有家庭会这一招的，对不对？修行ですか？
这是他的唯一的武器。日本のタイミングも加藤さんについていけれないぐらい。まあでもちょっといないですよね。なんかそういう。日本也没有，不好意思的。对，这还是我的独门秘方的。